六毛多一张，六毛多一张，这个老潼关的千层饼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六毛多一张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就咱家这个老潼关的千层饼，谁是花26.9啊买的33张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，厂家呢是26.9给咱发33张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4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22.9啊给咱发33张老潼关千层饼。咱家这个老潼关的千层饼呢，全程啊都是冷链运输的，咱收到货呢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，吃之前呢也不需要解冻啊，咱直接用平底锅或者电饼铛啊直接刷点油直接煎就 OK 了。煎好之后呢，它是外酥里嫩的千层的啊，真的嘎嘎好吃。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往里边加点肉，加点胡萝卜丝，加点生菜，加点土豆丝啊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嘎好吃。咱们想吃肉夹馍的时候也不用去外面啊买7-8块钱一个的肉夹馍了，今天老弟这下单直接给您划到6毛多一个啊，真的太合适了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老潼关的千层饼是带这种隔层的啊，咱收到货呢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，它这个隔层呢就是防止它啊粘连在一起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今天老弟这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4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22.9给咱发33张老潼关千层饼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22.9啊给咱发33张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